掌，愿观音菩萨的慈悲甘露遍洒，而不是说听惯了不理他。各位要把念佛机当作你的手机，哦，叫起来赶快接 ，Hello， 这样好像生意来了。啊，你时时刻刻都在注意手机有没有人打电话，有没有传简讯来，你要有这个不间断的，这个叫禅定，禅定波罗蜜。所以我想，观世音菩萨希望我们学他的悲心来修行，以这个慈悲心的修行功德，往生上品上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所以观音菩萨在这个世间头顶着阿弥陀佛，手上洒的慈悲的甘露，希望众生能够离苦得到他的甘露，希望所有众生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因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将来每个人趁愿再来都是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。所以念一下，趁愿再来，倒驾慈航，普度众生。啊，念下来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对啦，无量无边的各种的生命，你都要想着他们需要什么啊，不要让他们受苦。愿众生得乐即乐因，或者愿众生得到快乐，愿众生离苦即苦因，而愿众生离开痛苦，也不要制造痛苦的原因。那如果你眼睛不会观察观察，那代表你没有在修菩萨道。所以观世音菩萨的眼睛为什么叫观世？观观，你要看到世间需要什么，痛苦什么。观耳朵要听哪里有在救苦救难，用愿有情离亲疏息朋的，这个人抱着他的小孩子，你希望他也能够拥抱所有众生跟你一样。啊，我们不能光说，哦，我抱我的小孩子，愿所有的众生啊，我都要拥抱他啊，不管他伤害我，我都要对他生起慈心悲心喜悦之心啊，我不能对众生有这种嗔恨心贪心嫉妒心。所以这个四无量心就是要叫你修这个的，不起贪心嗔心嫉妒心分别心啊，你要真实的去做四无量心，才能够把这个不好的心对治掉。那如果这个时候你马上要观想，你变成观世音菩萨，因为你要有那个责任，木头也可以变成观音菩萨啊，何况我们这个有情众生，如果你升起的悲心，你就有观音菩萨的力量，身口意就像观音菩萨一样。但是你要调整动机，成为佛的动机，大悲心菩提心跟真实的信心。像我在这边讲法，各位你要把它当作佛哦，我现在佛在跟我讲法，观音菩萨在跟我讲法，要如此哦。啊，我不是说我要各位把我当佛，我根本不是佛，但是这样你才有信心，知道吧？啊，所以我一定要把我的师父当作佛。那各位是我的爸爸妈妈，各位是我的父母，各位的所有的生命的责任是我的责任，所以我必须精进。你的心量要大，可以装很多东西。什么叫心量大？你有悲心，有空性，你就可以装载全部的众生在你心里面，全部的智慧在你心里面。啊，如果你有限的叫执着，那你就装不进来。所以要发四无量心，四无量心。然后你观想你变成观音菩萨的时候，你的身体比地球大百千万倍。观音菩萨把十法界都放在他身上，观音菩萨是关心所有的。那是观世音菩萨倒驾慈航，做各种的显现啊，来配合众生显现来。但是观世音菩萨来到这人间，我问各位，观世音菩萨来这世间会当乱来呗？这样你知道就好，你卖来一坨啊。以前我们做错事啊，搞不清楚啊，不然刚到乱来，又刚结婚，又生一大堆弟啊，囝呢。然后呢，让他那边的轮回啊，自己想想很更小啊。啊，所以你现在要做了，赶快让这个小孩子赶快出轮回啊，不要再痛苦啊！你要想尽办法让他学佛，才是你父母亲的责任。平常时啊，多思维观修心经，
大家要用半点钟观自在菩萨，还要安尼去观照。观世音菩萨的观是智慧的观，了解生命，了解一切法的真实相，也是慈悲的观。因为内观自在，一切法平等无差别；外观慈悲，观世音，了解世间的一切。所以各位要培养习惯，所以不管社会安怎，迄拢会使照迄个修行的，看病的嘛会使念阿弥陀佛，健康嘛会使念阿弥陀佛。所以各位你起码你也要修行，伫个道场内底会使修行，伫个领导会使修行未？嘛会使修行，伫个山顶嘛会使修行。啊，一个个人随缘，个人随缘，出家嘛会使修行，在家更加好修行。啊，今日大乘佛法无绝对无啥讲，会出家才会使听，无啊。啊，大乘佛法是无分在家出家。哦，地藏王菩萨是很出家，观世音菩萨是很在家，安尼啊。啊，那么拢有法度合佛啦。啊，所以各位呢，不管你伫什么状况，好也善，查甫查某，大人囡仔，只要你有一个心，你就法度照这个心甲境界面对迄阵来修的。观世音菩萨出家的纪念日，也就是说，观音菩萨就是希望这个出家。家是代表轮回痛苦的意思，那希望我们能够超越轮回痛苦，得到一种生命的平静快乐。特别现在很多人喜欢 meditation， 他说让你的心不会生气，不会被诱惑，你能够控制你的心，保持在一个平静的，这是修行很好的方法。所以讲到这个地方，那很简单，佛陀告诉我们，第一个，不要去伤害到别人，就叫诸恶莫作；第二个，我们多去帮助别人做善事，那你就可以现在快乐，来世快乐；第三个呢，进一步你能够净化你的心，不要起心动念，就是平静没有烦恼的状态，那你就达到佛教的一个很好的修行。因为佛陀讲的，我们的心一直在改变这个世界，我们的心不断地在参与整个宇宙世界，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单独存在的，一切的存在都互相影响的，互相依赖的。所以如果你能够保持一个真正的无我的菩提心，那你会发觉世界在跟着你改变，透过你的语言态度，很多人就会找到他生命的意义。不分在家出家，我们讲的真正的出家是一种观音菩萨的出家，是一种慈悲心无我的，然后你变成观音菩萨，你的心变成观音的心，我们念出来的声音就是观音菩萨的声音，然后每念一个就出现很多观音菩萨去救苦救难，然后很多人他也变成观音菩萨，世界也变成观音菩萨的净土，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。所以你一念，所有花都变观音菩萨，一只狗也变观音菩萨，所以你会觉得很有意义，因为我们正在转化他们。特别所有胎儿都变成观音的心，所有往生者，所有正在找你麻烦的，甚至所有的国家领导都变成观音菩萨，千万不要对立，再不好的外表，内心都是观音菩萨，都是平等的，所以用这个方法就可以改变对方。我认识一位老师，他这边痛，医生检查他可能这边得到淋巴癌，然后他就跟医生说，那我回去三个月再来。医生说，你现在不赶快开刀啊？他回去就没上班了，他就每天念大悲咒，每念了三个月很认真，然后再去给医生检查，医生说，怎么不见了？医生说，你找哪一个医生？他说他找观音菩萨就对了。所以我认为这本来就是真的，我也是这样过来的，我也帮我妈妈这样，我也帮我哥哥这样。所以不管你现在有什么痛苦，你用你的心，一个无我的平等的慈悲心，念什么都无所谓，保持这个心，你会发觉你这个心正常了，这个癌细胞它就不给它加油了，这个病它慢慢就断根了，然后你得到快乐，也把这个方法告诉别人。但是要讲一个重点，你一定要先变成观音菩萨，有观音菩萨的心，你才能够转化别人。
好，我们把所有功德回向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回向地狱道，回向恶鬼道，回向所有往生动物，所有流产胎儿，死亡有情，回向所有病苦者，贫穷者，自己的家人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。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，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、放生、施食、救苦救难，到处去利益众生。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让佛陀的智慧、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。护持账号：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台大医师黄立明，今天就来跟大家示范如何正确的执行手部卫生步骤，请跟我一起来念口诀，只要轻松记住这些步骤就可以了。口诀包括内、外、夹、弓、大、力、完，只要记住内外夹弓大力丸的七字诀，就可以做好手部卫生，守护你我的健康。一个人发了一个心要利益众生，就叫菩萨啊。菩萨有大菩萨、小菩萨。如果你能够安住在空性，不退转，就叫摩诃萨。所以练习八关斋戒，八关斋戒本质本身里面有无量的功德，但是如果为众生守八关斋戒，那功德更是圆满啊。所以外面下着雨，然后很多人还是为了要去上班赚钱，必须淋着雨。啊，很辛苦的啊，然后呢，我们比较有福报啊，各位可以不用跑来跑去，还能够静下来，来受持佛法的功德利益，更要对他们升起一个真实的悲心啊，所以不断的思维众生的苦，我们更要精进。